带大家来看一看有什么热门的宠物狗。来看这边这个小哥带了两只，我的天哪，这不是小泰迪吗？好可爱呀、啊！你看这眼睛多大，多漂亮，眼睛特别大，毛特别的卷，一看这就是纯种小泰迪。鼻子也挺湿润的，眼睛特别大。小哥，像这种小狗什么价？哦，母狗350，公狗300，那我还是看公的吧。我天哪，为啥？咋的呀？你这是性别歧视呀？你这是啊？这是小公狗是吧？哎，这个漂亮啊，还是公狗。后期的话，公狗的骨架、体型、毛量都比母狗强，而且价格还比公狗合，还比母狗合适。这个像这种100行不行？150行不行？给个实在价。实在价260，哎呀，260的话太贵了，这个颜色还不如母狗好看，底毛有点发白，这种你们喜欢吗？不喜欢的话咱们看下一家。260，我觉得让个零头差不多，60块钱行不行？哎，这边看一看，这有一只大暖男小金毛，你看小舌头哈哧哈哧的，多可爱。哎呦，太漂亮了啊！太活泼了，你看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多么可爱！这是大头版，枫叶红，小金毛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小尾巴摇的，一晃一晃。哎，看我发现什么？它尾巴上有一点皮肤病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太可惜了！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了，尾巴上有点皮肤病，不过不是大问题。这个喷喷这个某些这个治疗真菌的一些药剂就 OK 了。这一只可以啊，这一只沙滩金色的，这一只没有任何的这个皮肤上的问题，但是看着毛有点柴，最起码一点啊，得给它体外驱下虫，体内外驱下虫。这头版的骨架质量可以的啊， OK， 没问题的，相当漂亮。小姐姐，像这小狗什么价？哎呀，还不好意思上相，你看害羞了，他都跑了，他跑了，怎么了？这是双血统的吗？双血统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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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880，你这样吧，小哥，让个零头吧，88，你发我也发，880，我是说让个零头，不识数。哦哟哟哟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快来这边看看，我的天哪，有两只。小科技哦，好漂亮呀！这一个是细开脸的带围脖，这一个是标准的山东大围脖，这个漂亮，抱出来看一看。这一只小狗好漂亮，骨架好粗呀！哎，这老板也不给帮帮忙，你是来给小狗找好人？哇，这一只好漂亮，全到位，正开脸，山东大围脖。身上不花，行，哎，你抱抱这个行吗？我来拍一拍它啊，相当漂亮啊，耳朵立得特别好，三通大围脖。你这小狗什么价？老板，这个最好的这一只，1500，给个实在价，我要了行不行？这个狗我看上了，挺漂亮的啊，鼻子也不花。三通到位大围脖，疫苗打过几次啊？两次，这个家伙也挺可爱的，你看，我两个都给你要完，行不行？1500不给你讲价了，两个都要完。哎，小狗跑了，别跑，抱抱抱抱，你两个一头抱抱，你这两个我一起给你要完了，行不行？1500，啊？不给你讲价还不行吗？要1500给1500，那诚心的我要这一个多少？给个最低价。1200，800行不行？800，啊，也不给你少。这狗太漂亮了，大眼就看上了，耳朵立得特别好，骨架特别粗，有3指宽，头版体型都 OK， 行不行？小哥，800，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个多少？这个比这还贵了，我的天哪，为啥？凭什么？这小哥是干啥的？这是买小狗的吗？他要？
别耽误他，别的800行不行？我带走。啊？哎呦，好漂亮啊，这个小狗，我真心看上了。你给个最低价吧，一口价。少多少不出吧？少1000。来，我来仔细看一看。这个小狗，屁股蛮大的，身上没有一点花，超级大围脖。哎呦，开脸正，耳朵立得还好，可以值这个价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，记得给个双击收藏关注一下，不然以后就见不到这么多可爱的狗狗了。行，这个小狗我要了，我给你带走。